我是刚刚列车上的，不，2014年11月12号，粤梅火车站，9:54，拍的是旧有的粤梅火车站的月台、铁轨以及变成自行车道。啊，如果你喜欢片跟把站名，多多点我们大橘光芒，这个变关山镇自行车道，对吧？以前的旧粤梅火车站在这边了。啊，如果你喜欢片跟把站，你们多多点我们大橘光芒。谢谢哥哥，再见，拜拜。喂，月明。然后远处，更远处那边已经变改线，改到那边去，所以这边这一段呢，就顺理成章就变成废站了，这样，对吧？然后这还是以前那个，有没有？以前的那个按钮号这地方。好，刚刚再见了，拜拜。月梅，我终于回来看你了，真的很感动。好，谢谢各位，再见。我该走，拜拜。反正只要能看到月梅活动，就还蛮感动。谢谢各位，再见。